用学同心。接下来，怡敏，你是不是要表示一下对我们怡敏有多么的疼爱呢？为什么的眼神是一种很浪漫？看你是要用护卫的方式呢，还是要彼此自己决定？各位亲友，我们用掌声来代表，但是要 kiss 还是要用那个护卫的方式，好吗？想要看 kiss 的朋友们，请用掌声来看看。哦，还是用蛋糕护卫的亲友们，好像没有。看喽，来，哇，真是幸福美满的一对。感谢众亲友的莅临，以及对新人的祝福，我们新人将表达最深的谢意。在这里呢，我就把我的麦克风交给您。感谢我的亲人、我的长辈们，还有我的同事及我的朋友，就是感谢你们今天能够来参与我们的实验。那平常其实我不会说话，也不善于表达，所以常可能会给你们觉得说比较冷漠，或是不善于别人沟通。那其实你们对我的好、给予的关怀跟帮助，我都记在心里，不曾忘记。那今天就是很感谢大家来参与，那希望在你们的见证与祝福之下，我跟怡琳即将展开的新生活呢幸福美满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新人的致谢词，新人请就坐。各位亲友，我们再一次抱以最热烈的掌声祝福我们怡琳跟怡琳，好吗？各位亲友，新郎新娘请起杯，新郎新娘请入会，新郎新娘互饮交杯酒。各位亲友，我们祝福新人相亲相爱，长长久久。各位亲友，在我们新郎新娘还没有跟各位亲友敬酒以前，他们要向他们最深爱的主婚人致谢。新郎新娘是非常阳光的人，致谢，谢谢。谢谢妈妈，还有谢谢婆婆的疼爱，谢谢。新郎新娘，请您向女方主婚人，向女方主婚人致谢。给下一位新娘，请大家给他们实质上的支持，大
好，等超久，这才要等很久。